位先打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ny Dong。我在龙年，我希望可以有很多更好更好的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也希望在龙年有多一点时间可以陪陪家人，然后也希望各位在龙年可以过得非常顺利，然后龙年快乐。